家好，今天要教这首歌是 Malaysia Tapo， OK。首先我要很谢谢大家，就是收看我的影片啊， OK。有些我有看到，就是有问任何的问题，我就有马上有回问，就是回他的问题， OK。所以就是很谢谢大家的支持，你们的支持就是我继续弹下去的动力。OK， 现在呢，我们讲歌曲了，歌曲部分，先讲第六个 K-pop， 什么是格啊 ？OK， 一格、两格、一格、两格、三格、四格、五格、六格 ，OK。好，我们。开始练习，第一个和弦是 C 和弦，接着是 D， 接着下来是 G， 就是。接下去，好，我们跟歌曲开始的时候要出一个口哨 ，OK。听，就是这样子 ，OK。吹口哨不是重点 ，OK， 重点是其他。好，我们再练习一次。跟上哦，OK， 然后我们就进他唱的那边。再说爱你可以在下面留言哦，然后我就会回你。好，谢谢大家的收看 ，Thank you。